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如果是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就是我的体重减了非常多，从130几斤，现在变108左右，然后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瘦身了下来，也收获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姐姐朋友们，认识他们，很像就是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就是各自都有很好的成绩，来到这个成功的舞台上面，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所以看到他们很努力的那些拼劲，都会让我在舞台上面更有表演的热情。其实我在之前的演唱会就已经有展现唱跳这件事情，因为唱跳一直是我出道前的梦想，只不过第一次进去录音棚录音的时候，当时的经纪人跟我说，哦，我记得我是唱小甜甜布兰妮的 Taxi， 我一边唱一边跳，还有自带舞步，但是我一出来，我的经纪人跟我说，为什么我听你唱快歌还是想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声音里面有一些沧桑的感觉，所以让经纪人开始就希望我可以走情歌的路线，但是我一直还是心里面有那个抱着想要唱跳的欲望，所以不管是在自己的表演也好，演唱会也好，我都会有可能就是一首歌两首歌的唱跳，但是在这一次的尘封的舞台上面，我就突破的蛮多的，就是可能比较hiphop 一点的，比较女一点的，比较摇一点的，都有在这个舞台上面呈现出来。然后在演唱会的部分呢，我8月份即将会去澳门，然后在高雄，也希望很快的时间可以到各个城市能够办自己的巡回演唱会。龙泉，其实我真的希望我也可以表现出来，但是这首歌是我记得是我们5个人一起呈现的舞台。我那时候也有跟我们龙泉组的姐姐们说，如果有一天有演唱会，我们可能都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上来再重新诠释这首歌。他们也都说好，娜姐说好，然后亚瑟、无忧、可妮，我们就说希望可以有一天我们能够再重新来诠释这个龙泉。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些作品还没有推出来，都是单曲呢。那最近也发了一个 OST， 然后近期我也一直不断的在创作。那其实如果有听阿令的歌的朋友们，真的有听专辑的歌的朋友们，其实他们应该都会发现我的创作几乎都是中快或者是快歌，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听阿令唱情歌，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专辑里面可能还是有自己更多的创作，不管是快的也好慢的也好，我都希望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张专辑，当然是自己满意的，因为这张专辑也筹备了这么久，那也是我觉得跟我以往的专辑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比较有连贯性，从我跟族人们的连结，到跟姐妹们，到家人，到朋友，到歌迷朋友们的故事，所以整个是连贯在一起的。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些用女人的角度去贯穿整个世界，所以这张专辑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那我也希望可以在因为每个人在听歌的感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在听我的歌的时候也可以带入我的想法去聆听我这张专辑。其实
阿美族语跟 R&B 专辑都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也很想要去发行、去创作 的东西。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灵感它没有那么的，我的灵感都很奇怪，就会突然的来一下。但是如果你一直坐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思考，它真的是不来就不来。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先让自己的阿美族语能够更成熟一点去写，但是我会让自己可能有一些还是掺杂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曲风，可能就是阿美族语加上 R&B 然后连贯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是会很酷的一件事情。对，还没有，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近期可以，如果有空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再继续跟他多聊聊，多想一些音乐的东西。有啊，一直都有。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乐团梦嘛。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当主唱我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在背后的一个乐手，可以辅助我的主唱，可以跟我的主唱一起玩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要讲说有不一样阿令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那种乐团的感觉。音乐我其实没有什么局限，然后表演我也根本就是我很热爱表演，所以我真的不会给自己太多的设限，只要是对的时间，对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会呈现给大家。如果以这张专辑来说，最像我的应该是，以大家来看的话，就是自由是最像阿令的歌。那我觉得私房菜的话呢，就是张震岳写给我的麦克风，比较有力量的那种性的感觉。因为这首歌麦克风是闽南语的，别再说了，就是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就是简单有力的那种女性的那种力量感的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介绍我的私房音乐。接下来就是有一些演出，有演唱会，八月份在澳门跟高雄，然后还会有一些音乐节吗？对，有一些音乐节我也会去参与，也希望想要看阿令表演的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关注我的平台，上面我也有可能会不断的会发出一些我可能在哪里表演，或者是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年的920啊，我觉得就是这一年是我要跨四，所以我想要真的好好让自己放假一下，因为我还是有一个跨越这个四的一些焦虑，但是我一些就是经历过跨四的姐姐们也有跟我分享，你就去享受，你就去感受，一定有很多的喜怒哀乐，所以我现在还是很有一点点焦虑，不知道跨过去之后那个心情跟身体会有什么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希望那一天我可以好好的自己放松一下，去感受那个跨四的